不好的挑出来。现在把不好的全部挑出来，就是扔旁边了。现在树上剩的都是小的了，没有那种特别大的，所以说今天然后找人把树上的这些全部给粘光，挨着粘，都特别特别小，这都不用粘了，你看这这没人要的，这东西都是特别小的。然后现在我们把包里面的红泥全部倒到车上，然后挑一下，把一些不好的，还有一些有伤的，还有一些这种特别绿的，全部给它扔到旁边，不要了，这都剩下的，然后再拉去那个果商那里，人家把好的再挑一挑，便宜价格处理了。看这，扔了都。哦，山里都溜厉害哦。还有哈的，还有哈的，该翻也翻青了。翻青了，我妈说像这种梨，它本来是红的，下雨下的，导致这一面变成绿的了。但是这种东西，没有没人要。口感一样的，吃起倒一样吃。对啊，口感倒是一样，但就是不好看，长得奇形怪状的。树上剩的小的都是这样的，每年都是这样处理。现在往前面再走一走，像雇的人他们粘的这个梨都放在路边，然后我妈把这些梨先全部放到车上，先自己过一遍。先把大部分挑一下，然后到拉回去之后，然后还得再挑一遍。这个梨有点软，树上自然成熟软的，但是我怀疑里面的心应该是臭的。嗯。哎呀，这个软的真的好吃，它是旁边这里臭了，但是这里还没有。来了，嗯，这车可好吃，嗯，软了之后超级好吃。把好的这面给吃了，然后臭的那面不吃，没法吃。嗯，哇，真的，这种是。树上自然成熟的，嗯，不吃了，只能吃这一半，这一半臭了。这么大的梨，看这，没办法，那直接扔了，扔到路边，然后到时候我妈把路边这个烂梨，就是不要的这种梨，到时候全部捡起来。捡起来到时候可以，人家有专门收那种就是烂梨、烂苹果、烂桃的这些，然后卖到一块5块钱一大筐，一大筐5块钱。但是你放在地里面也不行啊，还不如给它卖了，卖一点是一点呗。你这逻辑里，人家人家挣利挣利，人家就卖市场了去了，是吗？人家卖市场了，就是。就是不好的梨，人家挑一挑，人家挑，人家便宜点，人家全部卖市场，你别怎么、市场有的东西可便宜，对对对，市场有的东西特别便宜，就是什么，就是我们不要的烂梨，就是人家在里面再挑一挑，然后再拉到市场上去卖，再从里面再挑一遍。还有个快递，还有多少快递、就是
就发的不好的梨，发不好，你看价钱可便宜。对，有的梨呢，你别看价钱特别便宜，那全是发的是不好，就是我们挑的不要的，人家再从里面再挑一遍。对啊，一模一样的东西，这又为什么说好多人看见网上卖的这么便宜，就这个原因，叫不好的他们再挑一遍。一路过去，两边都是不要的。这个树上剩的都是不好的，这个直接臭树上去了。哎，这个颜色变了。这个稍微有点软，只要树上自然软的，它后面绝对是有这个伤的。它这个颜色变得深红了。剩的全是这么小的。这个树上接了两个这种绿的梨。这个不行，这么小绿梨，碎的，好，好，又酸又涩，啊，不能吃，不能吃，啊！我妈妈说我不到时候，有点不舒服，到时候人家吃了是炫天炫天，这么小。这个桃树是废了，不能要了。这，看看我家的还有没有这西红柿、黄瓜。这还有黄瓜，看黄瓜长的。哎。这西红柿，哎，这个这么大，吃这个，嗯，软和，爽，别搁它是绿的，不怎么酸，吃个这，比喝水还要解渴，真的。装满一车了，现在我妈开着电动车去那边卖了。烧不起啊，我还得给你退啊，怎么我还得给你退一下，上不去了，现在这个坡拉得太重了。走走走，一二，哦哦哦，等等等等等等等，你没过，你没过，上不去。你给电的车过后再往。一，二，哦，哈哈，上去了。哎，你俩现在这是合伙拆家呢，是吗？米粒一天不学好的，你跟着黑米学会掺这个玩意了，撕这个玩意了。黑米，你看米粒啊，哎呀，你这么大年纪了，还搁那掺东西呢。两个小家伙开始抢了。哎呀，差不多就行了，黑米你注意一点，我警告你啊，米粒浑身是病，你和他玩归玩，闹归闹啊，你别太过分了啊，黑米躺这里来了啊
小米粒可爱吧，翻个身都这么萌。自从黑米和米粒他们俩不打架之后，米粒的性格改变很多，现在知道玩了。其实我觉得啊，你像狗狗和人一样，其实都很像的，心态特别重要。只要米粒现在这个心态保持下去，我觉得米粒再活上十年都没不是问题，真的。看米粒被黑米影响的，也这么爱玩了。哎呀哎呀！你俩注意点形象行不行啊？好多粉丝在看着你俩呢，啊，你俩就这么肆无忌惮在玩。行了，黑米，别玩了，让米粒休息一会儿。啊，人家多大年纪了？你才多大年纪？你都不到两岁，人家已经十岁往上了。来撕，两个小家伙一人一个，跟他撕。黑米，你撕归撕，别吃啊、哦！这米粒绝对是跟黑米学的，还用想吗？像米粒他已到这么大年纪，怎么可能还会成家？米粒。